The Chinese Filipino Business Club Incorporated presented Mid-Autumn Festival Gift to local Chinese media. 非华工商总会向华文媒体工作者赠送中秋礼品。非华工商总会领导同仁，一向关心华文新闻从业员，于九月份记者节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特赠送精美可口的中秋月饼及红包礼金，与本国华文报刊、电视台、杂志社以及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以表达该会对媒体工作人员的崇高敬意和衷心祝福。同时感谢华文媒体多年来对该会的各项工作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和做出的详实报道。9月12号上午，副理事长杨良田及董事柯仁义代表该会向亲临该会会所单位捐赠月饼及礼金，接着向各大华报负责人及代表捐赠礼品并致意。同日下午，中文秘书蔡燕霞则代表该会领导同仁将月饼和礼金赠与华文记者会。9月13号下午，名誉理事长谢国万及立案秘书吴恒利代表该会向非中电视台等媒体单位赠送中秋月饼及礼金，表达该会同仁对华文媒体工作人员的敬意，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当天，本台施玉娥台长特派两位工作人员前往该会会所领取。本台借此机会向非华工商总会表达衷心的感谢，并祝该会全体领导中秋快乐。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